原味羊腰子。哇，小米辣为什么是酸辣酸辣的呢？就像坏掉了一样，为什么是这个味儿？不理解。太香了，脆皮五花肉，闭着眼睛听。
黏糊火鸡面，有点热。这玩意凉了还真不好吃，就得热乎的。过瘾了。Thank you.